周信强。伊就是陈进辉的结拜大兄，彭耀武是二兄，伊两个就是反背兄弟，害死你后生的凶手。董事长。母亲说的敢是真的？是你对阮结婚做遐尔啊残忍的代志，真正是你。所以你即摆应该真清楚，想到这位周董事长会这么照顾你，这么关心陈小春，那是因为伊想要弥补家己的亏欠。朋友，我嘛同款啊。伊会同意你甲伊后生冠杰做伙，嘛是为了家己安心尔。无怪迄天伫咧戴军庙，当时长你才看到阮爸的相片，目眶遮尔红。啊，佮有彭董事长，之前冠杰出车祸伫咧病院，伊才会讲一切拢是伊的报应，佮甲我骂回实嘞。原来是因为安尼。我只会骂我爷爷妄想，骂我爷爷幻梦啊！伊离开厝的时阵，伊讲有足侪计划想要做的，伊还讲甲我讲，甲我讲，我等伊回来，伊会甲我办一个足正样的婚礼。啊，结果嘞，到伊即阵，伊都一万拢袂得来啊！伊是真好不知影，伊还佫有一个查某囝。我只会，我只会想做阿姐娘可怜。我只会，只会我遮尔做危险就走啊！我信强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我爱你的囡，你今日所有一切，都是用智慧的命换来的。我爱你的囡。你是打着阮智慧的时刻，才会当有今仔日的位置。我以为，我以为拢袂原谅你。我是不是受过冲动啊？我对江碧玉讲出所有真相，信强是不是会更加讨厌我？信强，你回来，你哪受伤？单甲人拍的啊？信强是嘞，拄则是我想过冲动啊，我才会甲江碧瑶。免讲是嘞，我就感
欠债里，早晚有一天，因为你，我才有勇气踏出一步。所以，你无跟我生气啊？我想要浪费时间啊！既然已决定，不要继续。什么意思？签你啊！我无可能签你啊！这个婚姻已经无意义啊！周信强，你连个放手啊！无人比我搁较爱你。休假。啊！来，你就是阮正规的结拜兄弟，孙俩我全部都搞出来啊！当年，当年就是你甲周信强，甲阮受伤的正规放任不管，你不是结拜兄弟吗？你的心肝哪会当这么狠？阿姨，等一下，你即摆在讲啥？阮爸甲正辉阿叔是结拜兄弟。是嘞，我真正无这资格做正辉兄弟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爱二十八年前，阮正辉会当平安倒来厝的，我爱阮紫薇甲小春无言的爸爸会当陪伊做伙大汉。我爱我的儿子，会当陪在我的身躯边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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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再打啦！不过我即马怎打？你打伊，我嘛袂倒得来啊！紫薇，小川，是嘞，是我害你失去爸爸。阮是事实，你安尼阮承受袂起。既然你刚刚对不起阮，那你是安怎你甲朱董事长拢无讲老实话？恁是毋是有代志要搁咧甲阮隐瞒？我是毋是应该老实讲出来？顶当年就是我上进飞太落去山坎的，袂用的，我若是讲出来，冠杰是要安怎面对讲家己有一个杀人凶手的老爸？而且，即摆即个时阵是大捷建设伫个上界要徛我知重要的时刻，哪会当发生这种当首长杀人的代志？阮大爷。伊本来是要将所有的事实拢总讲出来，不过是我家己主动的。
因为我无这个勇气来面对恁，我嘛唔知讲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弥补恁所失去的一切。28年前，是阮无顾着兄弟的情谊来放弃真辉啊！这28年后，我同款唔敢面对恁。是的，我把你搞到回心来啊！我无爱你什么弥补，我真是让一万拢袂挽留你。我敢那想欲，我敢那想欲当了你的报应。妈，小春，小春啊，我是真心想要好好弥补恁全家伙啊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讲，我想要代替静辉啊去参加紫薇的婚礼，啊，我嘛有想过，你若是甲冠杰做伙。若是当成为阮本家的新妇，我嘛会当代替静辉啊，好好照顾你。阿伯，啊，不过你确实是找人设计我，要听说我甲冠杰，敢毋是？若毋是去予孙丽蓉威胁，我嘛袂做出即款的代志。啊，不过阿伯，你应该是会惊。惊代志若是曝光以后，我甲冠杰搁较痛苦。啊，不过阿伯你的顾虑是对的，因为我甲冠杰确实是无缘分。你莫甲咱分手的代志怪阮爸头壳顶，早着这件代志曝光进去。你就放弃我啊，冠杰。阿伯，不要紧，我确实是伤害冠杰的感情，而且现在这样看起来，我那个时候决定要分手是对的。冠杰，再见。破碎无奈的生活，无缘作伴，明知落下袂堪过苦涩，愿望两字相靠，我一心回头，依依不舍，不甘将你放下。不舍，不甘将你。哎，爸，你有要紧吗？冠杰，爸爸毁掉你的感情啊，我对不起你。爸，你别再自责啊。我相信，当年你跟阿爸无法度救你家己的兄弟。一定要不得已的苦衷。但你现在知道爸爸做过一款代志，你你敢会看不起爸爸？当年你若是无拼你的性命登来台湾，那么无可能有这个家啊！爸，我是你的后生，我就感谢你有登来。好，别说这了，我们走。